三年来，我们在北安的舞蹈班，我们运气一直都很好。好，不管是格树露营、毕业典礼，我们都没有淋到雨。然后基测那一天，我们也没有热到，所以你们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切。希望你们一生一世都能够如此的闪亮、幸运，有贵人相助。但是要记得，成功要靠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因为记得老师说的这件事。你们都很聪明，也都有最漂亮、最甜美的笑容。可是对长辈的态度一定要好，不管你将来到什么地方、做什么职业，或者是担任什么样的职务，一定要记得长辈说的话一定要听进去，还有对长辈一定态度要好。好，这是老师要再次提醒你们的。人一时风平浪静，不管长辈的观念是如何的，没有办法切中你们的心灵。后面那个都爸妈，这个我不是跟你们讲的嘞。所以，记得哦，长辈一定是你的贵人，所以一定要记得，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，把你们的笑容和尊重放在心里，哈。这第二点，再来第三点，恭喜大家毕业，那全班都可以毕业，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记得老师是你一生一世的依靠，不管你的喜怒哀乐，老师昨天讲得很明白，对不对？手机里永远不要删掉老师的电话，不管你今天被男朋友丢在山上的什么地方，不管你欠了什么样的钱，不管你发生了什么样不愿意给爸妈知道，然后希望老师去帮你处理解决的，请你都来找老师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，我们的缘分这么深，所以发生什么事永远手机不要删掉老师的电话，记得咯。好，再来第四个，谢谢你们送老师的礼物跟毕业光碟，我都看到了哦。不过转述一下，伊恩老师说他的字写错，我想也没办法改了，那算了哦。好，改了很好，谢谢。再来麦兜，你的我的祝福已经完了，我麦兜你的回函卡还没交给我，好，很好。再来，看起来教室是很干净，所以我可以发毕业证书了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如意哦。恭喜你们。
要讲一下，云武他这么多年帮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公共服务，所有同学推不动、收不动、拉不动的东西，几乎由他一肩扛起哈。现在呢，来给我拍手，因为虽然他常常骂我们大家，对不对？也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麻烦，但是功过相抵，云武谢谢你哦。我们还有上同学送的东西，谢谢。撑着，那当然还有更多更多值得我们鼓励他的部分。毕业以后也都要保持联络哦，要好好孝顺妈妈。来，大直十三的毕业证书都已经拿去了，同学，这里是大直高中，来看一下高中是什么。老师认识的很多，我的眼线还是在那里，希望你好好表现，然后考上资优班，还是一样，本来在北安武道班是资优班，到那边还是有数理资优班，好好努力，自己努力哦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桃园来很辛苦的同学，非常的欢迎你，没有了，拜拜，恭喜毕业，你的毕业证书早就交去了，对啊，对啊。榜样好来，十一班的29位同学都非常的优秀，一个一个老师之前都已经讲过，突然后面出现了多家长，所以我不知道讲什么，不知道赶快放学好不好？还有好来，三个基隆的同学站起来跟我们大家看一下。9点跟10点，等不到公车，提着大包小包的515鞋，好，将来还是一样用这个精神继续往前努力。基隆的小孩了不起哈，老师尊敬你们。好，谢谢。请他其他，你们都在老师心里有太多的优点了嘛，不要催人哈，尤其是很多爸妈在后面看，我讲不出话来，然后就。感谢各位同学，来，我们下礼拜二还会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下礼拜二我们再见喽，拜拜！谢谢各位家长，谢谢你们以后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，谢谢。